开始啊，你的态度不顾自己的性命救我的爸爸，我真感激你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发展嘛，但你会越积极。咱雄雄煞变成江北各位兄弟呢，啊，回来台湾哦，啊，你就差家闹出来，我要替你的妈妈找真相啊，讨公道啊。针对我的妈妈，啊，我的妈妈跟你妈妈为什呢？我的妈妈也无你逼家入去这个家，后来更加精彩。我的爸爸有莫名其妙割地赔款，将永兴集团 5% 的股份，好厉害！我唔知道是安怎，你对我弟这么亲，我从来无希望龙哥龙家散脱。我无可惜，我是龙家的子孙，是为去学爸母，去做出伤害爸佮永兴的代志。你即马是伫暗示啥？讲清楚。我无咧暗示啥，我是想借这机会讲出心内想法尔。永兴集团是爸一世人的心血，你是爸的大行家，阿姨对你有真深的期待。你应该比任何人讲爱好好保护永兴才对，让伊愈来愈好。这本来就是你爱担的责任。你这想啥事啊？我煞唔知影，啊！顶上这个家，包括永兴集团，敢你知影呀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出事，我就要搞家己家啦。我偌重要呢？我这里是偌重呢？我问你啊，我敢会做任何伤害永兴集团的代志？细汉时阵的过去，也拢是你应该的，那是你的命。因为你妈就是帮个小三，小受一分，根本就无属于伊的感情了。我妈过世这么久啊，跟你无意思。放心，讲过啊，我以我的名义，狗卖无顶面你活着，以后是另外关，就是我的妈妈。干罗哥，别跟我任何交涉，你听清楚。吴文耀，我未讲完呢，你嘛给我听清楚。罗安姐是我上疼惜的小妹，伊的心思是偌单纯。偌简单，偌善良，你千万唔通想想，伊对你的好，想要逼伊吃兵，你有听清楚？你先想这啊！你两个兄弟安尼这样，阿妈搁伫遮开讲啊！啊，恁规个拢臭酒味，再讲，恁个规个面拢红气气啦！啊！你拄只夜宵啉足济吼，行，咱紧等下房间内底辛苦洗洗，较早休困嘞。明仔一早上去上班嘞，好，行。可是有一天安杰不幸受到伤害，希望伤害伊的人，毋是平常时讲伊伤害伊的大兄。喂，我已经讲清了，我刚希望咱这做哥哥的，一旦好好啊保护咱小妹。哥，我只是讲话而已，你是安怎这么激动，这么生气啊？好，家宝，家宝，放手啊！你真正啉酒醉啊，唔才讲无两句话，就安尼气噗噗。哥阿嫂，喂。想要得我，敢有遐尼简单？后壁的代志，一件一件，
你一世人拢无得放袂去。不好意思，是我无注意啦。经理，那是你啊？你有要紧无？乱呀！啊，你穿那么紧，是光头胎是无？万一搞弄着伤，敢袂记啊？经理啊，真正是的啦，我真正是超工的，请你莫跟我计较啦。经理，请问刚才报道手机摔坏无？那是有哦，我替你提修理啊。哎，别，拄着你啊，伤衰啊！家啦！哦，经理啊，第一对的跋倒，我烦恼你是不是有受伤，会跋倒变数，所以我唔敢走啊。上好是安尼啦，讲坦白，你想要威胁我对不？经理啊，我只是个小小员工呢，哪敢威胁经理啊？那呢，咱还伫酒店。经理，经理啊，咱们代志哦，只是意外啦，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呢。我讲出来，也唔惊你笑啦。其实我本身哦，开销较大啦，啊公司我的薪水又无够好用啊，所以我唔是哦，只去酒店拍太一日啦。啊经理啊，啊请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秘密，啊若无公司知影，我就要跟你吃家己啊。你明明就是老家李少爷，那有需要兼差？实在是瘾很大。好啦，你要演，我陪你演。你当对我遐尼好骗，人安杰小姐昨下嘛看到你啊！哎呦，安杰小姐看我才去救伊啊！其他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真正唔知啊。哎，经理啊，我嘛拜托安杰小姐呢，因为我答应我，别个即件代志讲出去啊。啊，即嘛出经理你啊，请你手洗下碗好不好？哎，经理啊，拜托啦！啊！钱赚无够吼，就爱较久来加班的啦。像迄款外劳啊吼，真唔通啊。经理啊，你教是较真对啦，我一定改，以后袂甲你添麻烦啦。经理，那安尼你无闲，我咪叫你啊。我先别走啊！喂，副总老大，我拄好在替你传咖啡啦。干嘛呢？啊，今晚拢几点啊？你还袂来 office 跟我讲今仔 schedule 要哪行呢？陈医生，你昨是毋是临到收过 happy 啊？还是你有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唔敢跟我讲，唔敢记我？不啦，副总，我无做这款代志啊！你听我解释嘛。你要解释啥？你若无反背我，是安怎周总的两个人找你去饮酒，你拢无甲我讲啊？我，你明明知影，因是一对两背话干的白阿囝。私底下找你是有啥物好代志啊？你是你嘛看到啊？我问过王家强要避免啊。你暗时间出去饮酒？你老实讲，因是毋是爱你提供？我摕光耀汽车三亿公面上的证据。是不是？真正无啦，副总，遐尼严重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学袂母啦？啊，好，是够。哎呦！
是讲怀疏咱有证据，我一直要找到，你却把我扣走，你想我有这理由哦？嗯，这是要创啥？你听我嘛知影。其实你嘛看到啊，我王家王甲准备毙命啊！你老实讲，因是毋是按你提供？我替光耀汽车杀伊孔明秀进，是不是？我要去找哥，我要找伊问好清楚。安杰，人家弟，你当处理好势。什么意思啊？安杰，我知你真有正义感。安国刚确定，你真正做个大义灭亲。毕竟，你家过感情这么好。就是因为我感情好，我才把你接受。你是我上尊敬的哥，永兴集团失败的王国，从来嘛是伊的。你现在做袂做这袂计较的代志，你是王子，不是贼啊！哥是什么款人，你根本就无了解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爸出过意外，我变个足惊，乌个嘛唔敢睏，是因每一暗在我眠床边打地铺，陪伴我安慰我，我才有法度倒倒恢复正常。对我来讲，伊那是阮哥，嘛是我的守护天使，你知无？你要过过去，我确实不了解。所以呢，所以呢，你怕什么怎走？我不知道。我刚才知影你讲到一件代志，就是你的出现确实造成过足大的压力。现在又不敢安尼啊！你已经赢，你现在手头还够坚固，你赶紧找爸。去把伊面头前个各样代志拢压压出来，去啊！你啥都唔去。是啥物代志？啊？咁重严重诶？确实足严重诶，严重到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，即当找马三兄。看要安怎甲各大三讲啊！啊，你得着紧讲啊！啊，你是要我急死哦？啊！我发现各书底下提光耀汽车酒庄的孔明秀，数目至少有三亿。这装饰品应该有发生作用，唔只会当让罗恩杰进站袂掉的，直接甲他父母讲，一切拢伫文雅计划下进行。刷落来。待我陆家凤姐手术处理完，喂，张经理啊，麻烦你看看这间贵宾室卖有联合人礼拜。哎，等下。你多少天过个这几口子足严重的呢？啊，你还有评估啊？我当然无可能无偌久啊，妈。你敢会记得各位着要说服爸收购光耀汽车，就讲请咱去赛车场看伊比赛迄天。你会记得啊？你敢搁为着伊跟恁爸冤家嘞？恁爸都咧怀疑讲哦，伊去停咧光耀，是因为要建立伊家己的小财库。所以你爸意思是，你爸又是真的？咱两个伫咧附近散步的时阵，我就有看到朱总的爸仔甲各查来讲话，看起来讲啊真无欢喜。但过，这看到嘛无代表啥。我发现呢，当然唔那济啊。